坡上窑洞排成排，看的人目瞪口呆，住的人惬意自在。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敢相信窑洞竟然也能像宫殿一样气派？它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窑洞建筑群——延安杨家岭石窑宾馆，位于陕西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内。整个宾馆依山而建，层叠而上，共8层268孔。别看它造型简洁，实际上宾馆房间非常的多样化，套间、礼堂、会议室、KTV、健身房等等应有尽有。不管是办公还是娱乐，设施都很完备。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它成为宾馆之前，这里曾经还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享誉盛名的延安精神就是在这里诞生的。不得不说，这文化底蕴真不是一般酒店能比的。如今杨家岭石窑宾馆不仅凭借自身独特的魅力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更带动了当地的经济效益，改善了杨家岭人的生活。如此独一无二的窑洞酒店，如果你有机会，不妨也来体验一下。点亮红心加关注，带你看遍中国美景。